我们康文中部的张光尧国政顾问，同时也是我们新民高中的董事，在座还有几位我们的总统府资政以及国策顾问，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副市长也在这里，英国副市长在这里，那我们薛光峰校长，还有家长会郑俊杰会长，校友会的王陆武理事长，现场我们所有的现场所有的好朋友，各位师长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排开了所有的行程来参加我们新民高中的85周年的纪念。那么从进入学校开始，一直到看到我们同学的各项表现的展览，我的感觉是这个地方真是精彩，令人兴奋，但是更重要的也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地方。所以我要谢谢我们刘董事长，还有我们的董事会，还有我们的师长，还有各位同学，你们共同创造了一个高中教育的一个典范。作为总统，我相信我们的教育部长跟我一样，我们要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我们新民高中的前身台中私立台中商业专修学校，就是台湾人创设正规职业教育的先驱。新民高中在董事会和历任校长的努力之下，承先启后，与时俱进。新民高中的一段历史，85年来的历史，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台中的教育文化史。推动了学校的转型改制，现在的新民高中有基职，有双语国中部，有普通高中，也有音乐班、艺术等专科的特色，为台湾培育了各领域的人才。刚才也看到了，薛光峰校长看到，他教育的目标。那我也在相关的报道里面看到他谈这个事情，他说希望让孩子看到自己是钻石，而不是玻璃珠。我相信每一位同学未来在各个的领域都能够闪耀璀璨的光芒。最后，我要再一次谢谢刘董事长、薛校长，那各位师长对台湾的教育的付出，也要恭喜我们新民高中85周年，生日快乐，祝福校运昌隆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请各位以热烈掌声。